过来买草莓，大概25一盒，然后这个呢是20马币五盒，合34块。这个是玉米，不错。买包菜，这边是华人种的菜，这边是华人种的菜，华人大姐很好。这个的话就是很便宜，这边都没打药，很不错很不错。茄子、玉米、包菜，我买多一点回去送人哦。哇，这边很多很多，番茄。